永琪，你也别养了。即日起，将永琪送到于妃那去。你性子别扭，如何养得好孩子？将永琪送到于妃那养着，学学永琪的好处，替朕分忧。皇后。 皇上，来送孩子上学啊！嗯，朕一直想着永琪换了师傅，所以朕来看看这师傅教导的如何。多谢皇上为永琪费心了。自己的孩子多费些心也是应该的。再说了，永琪的程度本就比不上少时的永琪。 是臣妾教导孩子不如皇上的意，臣妾告退了。如懿啊，朕没那个意思。都这么些时日未见了，你还不愿在朕的跟前吗？臣妾知道会让皇上不悦，不如不在皇上眼前，皇上也可以清静些。 那日在宝月楼，是朕冒失了，但看到相见那样的情况，朕也是一时情急啊。如懿，就算朕当时有不妥，都半年了，朕没有去翊坤宫，你就不能来养心殿吗？你要和朕别扭到什么时候？你是皇后，凡事不能什么都由着自己的性子。孝贤皇后。 就不会像你这般如此。启禀新情终不及旧书旧见酒相投，臣妾这个皇后做的，确实不如孝贤皇后。如懿啊，朕写的那些诗，并不是说你不好，只是婉嫔有心整理，刚好，又逢孝贤皇后的忌辰，朕才让人抄送了，送到宫中，以示悼念。 孝贤皇后是皇上的发妻，皇上情深也在情理之中。况且皇上那些诗写的确实动人，臣妾甚至想，若孝贤皇后九泉之下有知，怕也会感慨。这般身后追念，过生也不枉然了。皇后，你锋芒太利了。臣妾自知不足，就先回宫闭门思过。皇后。 既然你要静心思过，养着孩子必会分心，永琪你也别养了。即日起，将永琪送到于妃那去。你性子别扭，如何养得好孩子？将永琪送到于妃那养着，学学永琪的好处，替朕分忧。娘娘。 皇后娘娘，您真要把十二阿哥送到于妃娘娘那儿？本宫固然不舍，可又有什么法子？好在只是送到海兰身边养着，本宫也没什么不放心的，也还有永琪一起看顾着。看来孝贤皇后这把固剑，真是永远插在皇上和娘娘之间了。 这把固剑一直都在本宫，根本就不在乎。可是把这把剑插入骨血的，却是皇上。咱们能奈皇上何？倒是令妃，除了皇上撑腰，还有何进公主支持。娘娘，您可不能再和皇上疏远之时，让令妃横行无忌。皇后娘娘万安，皇后娘娘恕罪。你何罪之有？ 皇后娘娘，臣妾并没有想过要拿孝贤皇后争宠，臣妾只是希望能够为皇上做点事情，臣妾只是希望皇上能够记得后宫还有臣妾这么一个人。可是臣妾万万没有想到，事情会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臣妾该死。本宫明白你的一番情意，如若情意被人利用，也是可惜的。 也许令妃只是可怜臣妾，才帮臣妾出了这个主意。臣妾只是希望皇上能够看自己一眼，看一眼。
多一言，皇后娘娘，臣妾知罪，臣妾对不住您。本宫明白，你是一个好人，是宫里难得的好人。但愿你所求都能如愿。起来吧。谢皇后娘娘，日后臣妾定当尽力偿还。臣妾恭送皇后娘娘。皇帝，今年八月你还是要巡幸木兰，但此番秋显，蒙古各部王公都列位其间，几位嫁到蒙古的公主也都会携额驸前来。儿子知道，所以会带着出身蒙古的嫔妃一同前往。皇后，玉妃封妃那日禁足，至今有两年了吧？是。这回玉妃的母族科尔沁部会来人，玉妃的父亲自然会来。若玉妃不在，怕也不便。皇帝要以大局为重。儿子明白。科尔沁部历年与我大清联姻，若因玉妃之过而怠慢了科尔沁，也不相宜。好。皇后，此次巡幸木兰之事，会由内务府操持。后宫女眷之事，你安排令妃打点吧。臣妾明白。若不是我们主几次三番劝皇上，皇上又怎会念着旧情？不仅解了玉主您的禁足，还允许您去木兰秋显，又留着妃位。是的，我知道，这次真的多亏了令妃姐姐。如今皇后不管事儿，是我们主协理后宫。玉主，您以后有什么事儿，尽管跟我们主说就是。令妃姐姐，这次真的谢谢你。知道妹妹许久未见皇上，那这次安排秋显时，就让你的住处离皇上近一些。妹妹都不知道要怎样感激姐姐好了。人如两年，我没有忘记是谁害的我。妹妹啊，你就别胡思乱想了。人家有孩子，什么都不怕，而你呢？除了一个当寨桑的父亲，还有什么呢？我是什么都没有，但阿布知道我被别人害成这样，也不会坐视不管。真是羡慕你有个好父亲啊。我先走了。妹妹送你。请您一马当先。好，出发！撤！撤！撤！